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款《星际角斗场》，看一下这个游戏设定。好，那就来吧。好像是有点单机吼，单机游戏。我看一下那个游戏介绍是说，Steam 移植的手游。Steam 是电脑游戏嘛 ，PC game， 然后把它移植成手游这样。好，反正我也没玩过《星际角斗场》，试试看吧。看起来好像 ARPG 啊，那个游戏介绍说是 ARPG 吧？这要干嘛？说实话，应该只是打好玩的吧。哟，有点像素吼。有点像素方块这样。好，这边是移动。我来设定一下热键。请稍等我一下下。好，然后这个攻击，然后这个冲刺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攻击嘛。好，我来设定一下右键怎么样？滑鼠右键。好，它有一个 CD 时间，然后按住闪避并拖曳，可以什么进行定向闪避，这样子。按住，是这样吗？哦，按住，然后这是跳跃攻击。哦，这里有一般攻击，然后还有跳跃攻击。好，虚拟对手，哇，真的是方块啊，积木啊，砍砍砍，连续攻击对手七次。好，这边有任务。我来隐藏一下我的按钮吧。好，砍砍砍。好，呼援表演，哦，会有道具是不是？获得那个道具，然后恢复 HP， 然后表演，哦，所以这是道具吗？然后攻击力，我的攻击力会显示在左上方80，然后金币代表了观众的资源，好。我吃金币的话可以加攻击力 ，OK OK。以前在玩那个小时候那种 FC 任天堂游戏的时候，那种摔跤游戏，他说要吃拿七个金币，没金币了啊，没看到啊，我在这边。那种摔跤游戏就筋肉人啊，然后筋肉人他旁边会有那个大力丸跑出来。发光的大力丸，为什么这边突然变英文啊？反中美好是不是？然后吃了那个大力丸之后啊，就变很强啊，身体就会发光。我不知道什么叫触发那类攻击的、啊，因为刚刚都英文字啊，我也看不懂，没有认真看。部位破坏，要跳跃是不是？哎，怎么没有？刚刚是应援，按到应援。我们要破坏那个指定部位，他怎么破坏啊？哇，好强哦他！我要跳起来是不是？哇嘞！他这是猎犬，哇！我的血快没啦，应援一下，应援一下，观众应援一下，没有了零，我还涉及游戏呀，有点难呢、欸，这游戏有点难呢、欸。不是无脑打一打就好了，
有，好，打败他那个背部道具是不是特殊破坏会掉落什么什么道具哦？靠近拾取，还有互动，互动要干嘛？天哪，天哪，我快死了！应援一下，应援一下。好，不了。哦，这是猎犬。他为什么跳来跳去啊？哇嘞！好难哦，好吧，再补血一下。这里有补血的，好啦，反正他现在就是冲刺嘛，你可以先等他冲完再攻击，偷砍两刀。好好，他们要丢钱了，丢钱了。我常常挥空打不到他的原因是因为我这個用滑鼠点不到攻击，没点到就被打到了。嗯，以游戏的那个可玩性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欸，还算好玩吧。那就是一个上帝视角的那种 ARPG 战斗啊。好，来吧，反正是 Steam 游戏移植的啊。Steam 游戏通常是要花钱啊，通常。也是有免费游戏啊，那不像手游的话，手游的话基本上都是免费游戏，基本上。他这个走路有点晃欸，粉丝没有武器，官方新闻，资料，系统，游戏设定，这个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有嘛，然后我存档嘛，我刚好用档案一嘛。然后活动、登录、签到，然后我也不知道现在要干嘛欸，没有教学，这种东西跟你平常玩手游不一样。手游的话会有一个主线任务让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啊，这种游戏就像这些 PC 游戏一样，你要自己摸索、跳跃。他这讲完了，然后这边好像还有，他这个地图很奇怪，就这个地图很难理解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最后两下的话会提高攻击力。就是我可以自己调视野，但是好难调哦，没办法，很方便的调。好，我不知道我要干嘛了。我在这里哦，所以我是不是要在这边战斗啊？这边看起来有一个攻击，可能要走到这边吧。好，我不会走。你看他这个真的很奇怪，就很难调整啊。好，管理员，角斗大赛。我一定要得到冠军。好，跟着他吧，应该是那个啦，有一把剑那边应该是要去攻击吧。好，我又获得了一个粉丝，开启粉丝系统。这里我刚刚不能用嘛，我现在要粉丝。
哦，可以配置粉丝是不是？然后他这个是我的粉丝嘛，他可能会丢东西给我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随机粉丝。然后我目前好像就两个而已啊，没有其他的。我这些粉丝就有点像给我们丢 buff 啊，丢道具啊，回血这样，看起来是这样啊。武器的话还不能按，皮肤还不能按。好，这边应该是新闻吧？哦，新博可能就是新闻吧。游戏它里面的新闻啦，啊，游戏提示。哦，游戏提示这个应该就是教学啊 ，help。然后我现在没有其他角色，就只有这一只。好，我们继续跟他说话。好，我们再玩一场吧。那有兴趣的人，我会把游戏下载链接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位，然后就下载来玩。或者是你可以去找 Steam 版 ，Steam 版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多少钱。好，这边有流量矿工、王巨锤、常规挑战。还没解锁 ，Boss Rush 还没解锁。这个刚刚那个教学吧，机械野兽，我们刚刚教学新手导师，我们现在打这个流浪矿工。好，开始。喝个水。什么433游戏盒啊？还打广告、啊。我打得过吗？可能打不过哦，我都没有任何强化哎、欸。我是机械死神接三。我要追着我跑哎、欸！我好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在他头上哎、欸。天哪、啊，我要输了！哇，好痛！哇，好痛！各位，我要输了，他太强了，他太强了！他太强了啊！大概等他大跳跃之后，他的那个僵直比较久吧，觉得他大跳跃之后僵直比较久。他什么时候大跳跃？现在状态很好，我们完美躲开对方攻击。哎呀喂呀，快治疗我！不要夹死啊！真是的，我他有400血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！我们先吃金币好了，先吃金币加加血啊，加加攻击力啊，不然实在太痛了。哦，他有几个攻击模式，你要抓知道一下啊。你看这个有打范围的，然后有夹人的，然后跳过来，跳过来他僵直比较久，我们可以打他。通常是这样啦，这种游戏你就是要抓住那个 BOSS 的那个攻击模式有哪几种。这我刚没躲好。观众有什么要求啊？好像秒数快到了哎、欸！包在哪里呀、啊？没看到包啊！先补血一下。哦，他手被爆了。他只剩一只手了，他只剩一只手了。他没有刚刚那么凶了。好，包在这里，包在这里。我终于发现包了。
这边好东西耶、欸！哇，拿锤子打他哎、欸，好凶哦、喔！他拿那个什么巨锤打我！哎呀喂呀，好痛！哎呀，好痛，好呛！好，对不起，我输了，因为我常常点不到这个，用滑鼠点。你们用那个摇杆玩，用按键玩，用手把玩可能会好一点。蛮有趣的，说实在，就是我可以打爆他，他机甲爆掉，然后我还可以拿他的手当武器，然后他也有那个武器。哦，你看我这边收集到他这个什么古弓矿工右刃哦，这边收集。那你解锁的话有那个矿工剑尖。好，反正我输了，那就先玩到这边吧。哈、哦，这个需要练习啊。好，给大家参考吧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